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.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.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. Yeah. 我们进车呗。坐下。今天来这里我们要干嘛？找喝醉酒的女生。对。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她平安的送到家。来喽。所以今天如果那个妹妹有跟这个男艺人回家，代表你就是完全猪哥，没想跟你回家，猪哥王。哦。过了十分钟，夜店女孩们开始渐渐出来了。有需要坐车回家的吗？我们可以免费送你回家哦。来来来，看一下看一下，选好了，你选好了，选好了。哇，好紧张啊，好紧张。选我吧，拜托。哎呦。Oh my god， 耶！好感动哦。我想不到会这么快。春生啊。哎呦，有中了！前辈，不好意思，前辈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慢走，慢走，你慢走，送人家回家，可以，我们这边回家要。我手抽筋了，我手抽筋了，你要问我怎么了？哦，怎么了？我手抽筋了。连大哥眼神超茫然，司机大哥也无言。Somebody help me。OK， 忘记。我问他说他的脸怎么长得像地球？为什么，大哥？因为你很有吸引力。啊！司机大哥，你连问奖都比不过了。哎，这新的大哥好厉害哦！下次可以使用了。好吧。现在要左转，然后右边巷口。先右转，先绕路。司机先绕路。这一条是前面那条。这一条，这一条。我们的邂逅就要这样子哦，先落。今天的这个免费车程之旅，你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真的。嗯。打勾勾，盖印章，你输了。白痴哦。就是这趟旅程，我觉得就是他很尽心尽力的在找话题，要专注力要很集中，就是因为如果你一放空，就会我问他在讲什么。你知道哪一种水果里面？可是他们会猜的。青木瓜十五元。不是，你们听得懂台语吗？我龟，我龟。我要公布答案哦。好。你是魔鬼中的天。哎，居然有反应啊！你们是真的有认真思考过要给谁赞吗？就是，那几个人选，意想跟白云哥还有我，你们是真的有思考？有思考。哦。所以我一想我是完全不会考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蛮好笑的。为什么？我很想听。为什么？你可以不要剪这一段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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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打马赛克。好，打马赛克。好，请帮我打马赛克。我不讲，就是一个感觉，女生对一个男生的感觉，在演节目上。是不是觉得有点假假？对。就是。我觉得他还可以更低。讲清楚，就是他有一些笑话让我觉得很难笑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对他的感想印象如何呢？人很好，很热心，很热情，会一直跟我们聊天。跟笑话聊天，对，感觉没有什么心机啊，对，很好相处，然后可以跟他无话不谈这样。